你知道如何系统化经营电商事业吗？嗨，欢迎收看黄老师讲堂。今天黄老师就来跟你分享九个核心步骤。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电商企业的话，你需要一个标准操作模式。当你的团队中的伙伴都能够根据这个标准操作模式运作的话，你就可以从这个岗位上解脱出来了。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，你想找银行融资，你想找生意人和你合作，你一定要展示你的计划如何赚钱，银行才愿意融资，生意人才愿意和你合作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展示计划。你或许已经100%进行了其他的步骤，但是除非你有展示计划，否则你的生意不会成长。为了让你的生意快速增长，我们建议你最少一周找3到5个准合作伙伴展示计划。因为我们要教你做的是一个企业家，而不是纯粹的销售员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个人英雄主义已经慢慢被淘汰了，只有不断的通过增加合作伙伴的数量和质量，你的生意才能稳步的发展。透过团队的合作，才有可能制造没有顶限的收益。所以为了让你的生意快速的增长，马上安排与你的准合作伙伴展示计划吧，加油！